第四课，图书馆在哪儿？Học tiếng Trung cô Đào Hạnh, cơ sở đặt tại Bình Dương và Hà Nội. 词语表，请问，图书馆在哪儿？对不起，各学校知道，没关系。这儿教学楼，那儿宿舍，北边，左边，右边，不用谢。第四课，图书馆在哪儿？同学，请问图书馆在哪儿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不知道。没关系。同学，这儿是图书馆吗？不是，这是教学楼。图书馆在那儿，宿舍楼的北边。是左边的楼吗？不是，右边的楼。谢谢。不用谢。Đào Hạnh, tiengchunghanoi.com Yeah.